盘点六位暴怒的奥特曼，你觉得哪个奥特曼生气最可怕？如果你还相信光，请点亮小爱心，让这些奥特战士都冷静下来吧。一，布莱泽暴怒，眼睛冒蓝光。直面着残忍的世界，风不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仅剩惨烈，布莱泽奥特曼暴走失控了，一起扣666，让他冷静下来。二，泽塔暴怒，眼睛亮红蓝光。三，迪迦暴怒，实力大涨，秒杀反派。再叫英雄抬头，断一阵不朽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武魂在放肆狂涌，守护你一家孤勇。那么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四，欧布暴怒，敌友不分，大肆破坏。直面着残忍的世界，风波动了谁的心弦，点亮爱心，让欧布奥特曼冷静下来。如果结局仅剩残烈。五，赛罗暴怒，直接开挂，实力大涨。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，英雄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战场时空会挫伤。六，杰德暴怒，与反派同归于尽。奋勇去战斗，才叫英雄抬头，断一战不休，回首你